Yo, what's up, YouTube? 欢迎回到 Easy 的频道。那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下这双 CLOT 撒开跟 Nike 的三方联名 LD Waffle 球鞋。那这一次的球鞋设计的灵感呢，来源于之前发过的一双 CLOT Air Max One 的死亡之吻配色。Nice 的配色呢，也是一个灰白为底色的鞋款，也是非常易于穿搭，所以当时呢也是很流行的一双球鞋。那之前发售的橙色的这一个版本呢，也是复刻之前 Air Max One 死亡之吻的那一个配色。你可以看到呢 ，CLOT 在这两次复刻倾注的心血或者说诚意是非常非常足的。比如我手里的这一双橙色配色的，几乎完美的把之前 Air Max One 死亡之吻那一双球鞋的配色移植到了这双 LD Waffle 鞋型上面。那同理，你可以看到这双灰蓝配色的也是诚意非常非常的足。那这一次呢，整个鞋面都采用了这种灰蓝配色，那整个鞋面呢也是采用了很透气的一种材质，同时内外两侧的 Nike 双层 Swoosh Logo 呢也是一个灰蓝的配色。但这一次的 Nike Swoosh Logo 不是缝制的感觉，它是一个打印上去的感觉。那在这一点上呢，它的诚意稍稍打了一点点折扣。那相同于之前发售的所有 Sakai LD Waffle 鞋型呢，这一次也是采用了双层的鞋舌和双层的鞋带，本身配备的鞋带呢为一条深灰色一条浅灰色，但同时这一次还给了一双这个浅蓝色的鞋带。我个人是感觉这个浅蓝色的鞋带搭配上面应该会有一种更清新的感觉，所以接下来呢我可能会换上这双蓝颜色的鞋带。那至于Sakai的球鞋双层鞋带怎么去处理能够让它更漂亮更有意思呢，那大家可以去本视频的推荐区以及下方的描述区去找这一期Sakai双层鞋带绑法教学视频的内容。好，那这双球鞋除了一些灰蓝配色的元素呢，也采用了一些绿色的元素，比如说鞋跟后面的 Nike Sakai logo 就是用绿色打印的，同时呢双层鞋舌的里边这一个鞋舌的外轮廓也是一个绿颜色。那鞋垫上 Nike 以及 Sakai 的 logo 呢也是一个绿颜色的打印字体。这双鞋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在于它的中底上面有一个白色喷墨的感觉，而且这一个喷墨呢是一个三反光材质，也就是说强光打上去这个喷墨的墨点是反光的。那鞋的下层中底呢为一个深蓝色的中底，那外底呢则为一个普通的大胶底。好，那相比之前的橙色配色呢，这个配色就更加的易于穿搭了，而且鞋面呢感觉更加的整洁，没有哪一个颜色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如果你的日常穿搭比较素的话，即使这双鞋是一双Sakai，它有双层鞋舌双层鞋带双层Swoosh logo 也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夸张。好，说了这么多，我们马上看一下这双球鞋在户外的光线下上脚到底帅不帅，好看不好看。好，那上脚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双球鞋真的是非常易于穿搭的一个鞋型，无论你是穿短裤或者是长裤，它搭配起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最简单的，你用一条牛仔裤就可以完美 handle 这一个鞋型。那颜值上呢，这双鞋在我这里应该值一个8分左右的评分。好，我们再来谈一下这双鞋的舒适性。那在舒适性上呢，这双鞋其实它是一个偏瘦的鞋型，但是呢它鞋身整个是偏长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你的脚面不是特别特别的宽，是没有必要去跟其他人一样买一个大半码的 size 的。所以总结
觉起来呢，就是脚宽大半码，脚窄的话其实完美契合这个鞋型呢，直接出凸 size 就可以了。那另外这双鞋的鞋底还是非常柔软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Sakai LD Waffle 的鞋型，它这个双层鞋底相对都是很 Q 弹的，同时整个鞋面又非常的透气，所以舒适性呢，我会给这双球鞋一个8分的评分。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双球鞋的保养，整个这个鞋面呢，我感觉是这种透明的纤维材质，所以这种材质呢有一个通病，就是如果脏东西进到了这个缝缝里是非常难清理的，即使你用这种啊很强的这种毛刷也很有可能刷不干净。但是除了这个纤维，其他以外的面料呢，我认为相对打理起来都很简单，那平时可能擦拭一下，喷一喷球鞋喷雾，这双球鞋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整体而言呢，对于这双球鞋的保养我会给一个7分左右的评分。最后是这双球鞋的投资性，那这双球鞋我之前已经统计过这个中签率了，那又是有30%以上的人能够原价 money 到这双球鞋，同时呢我也做了一个 money or pass 的这个统计，那超过3/2的人呢认为这双球鞋是非常值得 money 的。那由于这一个配色的原因，我觉得它需求量还是存在的。那短期来讲没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双球鞋的价格也是一路走跌，甚至个别 size 已经倒闭了，但是呢长期来讲毕竟是一双 Sakai， 一双 LD Waffle， 它的需求量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一次的配色呢也没有太大的毛病，至少这双球鞋的投资性要比之前的橙色那一双要好得多。那我推荐你去收很多双来投资吗？不，我不推荐，这风险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抢到了多双，你不介意多放一段时间的话，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双球鞋的价格会有一定的升温。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 EZ 的视频的话，请不要忘了给 EZ 来一个素质三连，你知道点一下下边的小赞按钮，不需要你花任何的钱，但是呢那可以帮助 EZ 的频道能够成长，所以这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